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别忘了，我们可是一生 CP 呢。喂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小总，我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来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做好准备啊！准备开始了啊！来，靠近一点。来，两位看这里。哎，来，三二一，好。稍微亲密一点啊，来，棒，来，三二一，哇，真好看啊！哎，好，还真棒。我需要一个热恋中情侣的状态。喂，摆拍而已，做个样子就好了。我不喜欢摆拍。肖总，您抢镜了，麻烦您稍微让一下行吗？来来来，靠近一点啊！不对不对不对，还是不够甜。要不这样吧，伊娃去假装亲吻阮总，我需要你们一个非常逼真的错位。来，不如我们来真的。嗯。之前合约里可没说尺度这么大，要不要重新修改一下合约？阮总，看见没，失魂。你握弓的姿势不对吗？这手臂不够有力，平时呢要多锻炼。这腰也不行。我行不行不用你告诉我。喂，阮总，交流一下而已嘛，别生气啊。